应该接下来应该是最后一个话题啊，就是绝区零。班伍德比，你来念吗？第十三个问题，绝区零的青衣怎么看？推荐抽吗？对啊，因为正在 F。那这个问题就交给三位回答了。我已玩吗？我已抽。哦，我不玩，我玩了，我玩了第一天之后再没有玩。哦，行吧，行吧，行吧。那来阿罗猫，你讲吧。我已抽，我也抽了，我也抽。我自己是觉得推荐抽啊，因为他真的好强啊，比那个安比，我操，超级上位，很强。目前看起来是蛮泛用，而且我有住院的话，整个体系就起来，所以我觉得前期要玩的开心的话，抽一只青衣什么玩的蛮开心的。对，因为绝区是这样，没有鲨鱼妹跟有鲨鱼妹，那个体验真的是超级两个游戏差太多了。没有鲨鱼妹的话，那个 1.0 只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好印象，基本上就战斗会觉得角色一直切，一直按，一直按，一直按，很无聊。但是有鲨鱼妹啊，就会发现哇操，绝区零其实好像还蛮爽的，对。然后就算是 1.0 的下半那个朱渊啊，我也有抽，但玩起来就觉得好刮，然后玩起来也不渣，感觉我个人啊觉得就有点刮，不太好玩。可是这个青衣呢，这 1.1 上半的这个卡池青衣就不一样了，哎，青衣就真的爽啊，因为它就是来打击破的嘛，而且它那个也很好触发，一直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电，所以挺爽的，所以我建议是至少抽一只。对，好，那猫师傅应该不在哦。那我们哎，猫师傅回来吗？我回来了，但是你说的那对青衣，我已经弃坑了。啊、你也弃坑？没玩够一个月啊，没玩够一个月，玩不过一个月。好好好好，没事没事，只是临时，算临时下的话题。我想问的是，那个吴德比跟猫师傅，你们为什么玩一下绝区零就不想玩的原因是什么？说说看，猫师傅你先来。就是我玩游戏已经不是说为了我去玩啊，就是我要考虑到直播，我要考虑直播问题。然后就目前来说，一是没时间，二是我觉得在绝区零上长时间投入，不如说去玩一下其他的，玩一下别的游戏，对，时间的问题。放一个开，不是感觉有市场就留下，没市场就退。就是所有的那种能新游都会去玩一个月，然后看是不是那无德比呢？我没有那么的那个啥，我没有那么印象太糟糕了，就不想玩，考虑观众。对，就是我是属于那种，就是说如果我喜欢我就会去追求他的攻略，但是如果我自己不玩不下去的话，那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以一个很好的状态给观众呈现我的观点，所以说我就不玩了。那具体到我自己为什么不玩呢？那简单来说就是我没有那么喜欢这种动作类的游戏，就是、对，而且就是我说实话哦，如果它是原神的画风的话，我可能或者星铁画风的话，我可能会很愿意尝试，但是我有点说不太出来。但是我觉得绝区零画风和原神星铁都不太一样，它可能我不知道他是有点太二次元了还是怎么样，但是他那个画风我不是很吃得。有一些区别比较涂鸦街头风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就那种街头的风格我可能没有那么喜欢，所以说玩了一下之后对我就没有再继续玩了。但游戏我觉得还是挺好的，就是看你喜不喜欢这个类型。对，游戏之后那啊，你说。那阿光你呢？你为什么还有继续玩绝区零的原因？雅克长，我在等雅克长。你喜欢他？雅克长啊，雅克长啊，为了雅克长，雅克长，雅克长。你剧情也有青剑雅，青剑雅。哦雅，对啊对啊，哇雅，那个武士刀巨格拔刀，然后又是个巨乳，太对我擦皮了。好好懂，好懂懂懂。剧不剧我其实也不太确定了，因为了解。好，没事。那觉得还是好玩啊，也是觉得战斗还不错了。然后主要也是因为它是米哈游的游戏，然后玩起来我觉得还不错，所以就继续玩下去了。我能听到我的观点吗？你说可以啊，请说。就是我觉得手机游戏一定得在手机上能玩才叫手机游戏。如果说你让我在电脑上玩手机游戏，会那你为什么在电脑上打深渊的猫师傅啊？
那你为什么在电脑上打深渊呢？我可以拿手机打深渊啊。啊啊，那你好意思是懂啊，家人们，以后猫师傅直播用手机给你们打痛苦号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但是加钱就没问题的。为了效率，为了效率啊。就是很早以前我是有考虑专门用手机和 pad 去练过操作，但是后来我的妈呀，我甚至抽一抖就是为了在手机上玩抽的一抖。抽一抖就是为了在手机上玩，哪个活动？对，就为了在手机上玩。按住就好打，按住就好。对，只要按住就可以了。对啊，结果谁知道这么弱是吧？现在这个增强游戏，就是我觉得我是觉得原神在手机方面优化虽然也算不上多好多好，嗯，但是比绝区零强多了。绝区零那个手机体验，那真的就已经完全不能把它当成一个端游去看待了。应该是手机可能如果要连一个手把，应该会好多。应该要连一个外置手柄，但是目前对加个手把会好很多。没有不能吗？不支持这个东西，不能。啊？啊，我以为可以，所以结果是不行的。对，哦、嗯。